跟他开车，对不对？前一点点，好，开介绍。转到几后面呢？来找，还没开。山脉啊，大脚的车就会在你这个山脉最北角的山脉。哪一台了？走啊，大大。这边啊，开一个等车。讲解。介绍。哎，又不开了。还没开啊，开不下来了。现在乘客要下车了。过去。到中间。喂，我有呗。再来，到车尾看看。呀，惨了！放。好，帮我拍几张。麦的最北角，大脚车可以游沙滩。走上车头，右边车头啊。前面上去，后面下来，你是在前面的吗？